在三国时期，西蜀后主刘禅、东吴末主孙皓都是日夜沉迷于声色歌舞之中而不知有国的。孙皓甚至在给父亲办丧事时，以借祭神的名义观赏娼妓，昼夜歌舞作乐。又如曹操，既是一个文武双全的政治家，又奉行房中术以淫乐。他在发出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的感叹同时，收罗娼优在侧，常日以达息，及时行乐，特地修筑铜雀台以收蓄天下美女。所以后人曾有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的诗。他招募方士研究房中术，并以大量宫女做试验。他甚至在临死时还遗令这些宫女唱优，在每月初一十五的上午要在铜雀台上对着他的陵墓表演歌舞。曹操的儿子曹丕也丝毫不亚于老子，曹操一死，曹丕就把曹操的宠妾们都收纳到自己的宫里去享用了。从理论上说，这是一种乱伦行为，但在封建帝王中却屡见不鲜。以后不久，曹丕病重了，他的母亲去看望他，发现他的许多侍妾都是先帝所宠幸过的人。太后生气极了，大骂曹丕道：“猪狗不如的东西，死了活该！”骂完后转身就走。西晋武帝司马炎也是一个声色之徒，他的后宫本来已有众多美女，还于公元273年下诏采择宫卿以下家庭的女子以备六宫，并极其荒唐的下令，选美之事尚未完毕时禁止天下嫁娶。次年又娶良家女及小将吏女5000余人入宫选之，母子好气于宫中，声闻于外。过了八年，他在平吴以后又召选孙皓使妾5000人入宫，这样他的后宫佳丽逾万人，以致他每日幸遇宫女时常常坐上羊车，羊走到哪里他就临幸那里的宫女。于是一些宫女为求宠幸，就把竹叶插在门前，将盐水泼在地上以诱羊车。西晋王朝灭亡后，中国进入南北朝的战乱与分裂的状态。在北方，无论是十六国时期的历代君主，还是北魏北周时期的各代帝王，多纵于淫乐。例如后赵的石虎就是十六国时期最凶暴最荒淫的君主之一，他在夜中大造宫室，掠夺民间13岁以上20岁以下的女子3万多人置于宫内，任其淫乐。前秦苻坚甚至荒唐到使宫人与男子裸交于殿前，引群臣临而观之的地步。在南方，东晋及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的历代帝王虽然偏安于江南一隅，却仍纵情于声色。如刘宋前废帝刘子业，竟是妇人裸身相逐以供他观赏。齐武帝萧泽的后宫达万人，陈后主叔宝也是大修宫殿，终日饮酒作乐。他还自制后庭花曲以作乐，这些都是亡国之君。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，正是指此。以上这些人中，刘子业是一个突出的人物。他的父亲南宋孝武帝十分荒淫无道，而刘子业则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杀人如麻，包括他的兄弟在内，如果有人敢谏言或不顺从他的旨意，他就立即将其处死，把几个兄弟封为诸王
贼王、吕王加以侮辱，把南平王、庐陵王、南安王几个兄弟加以杀害。不仅如此，还把他们的妻妾带到面前，叫人当面强暴他们。有的女子拼命抗拒，子夜就叫人把他们鞭打致死。他任意挖掘父亲爱妃的坟墓，对女尸加以凌辱。有一次，子夜在宫中叫一群妃子和宫女一丝不挂地做捉迷藏游戏，有个妃子不愿意，子夜当场就把她杀死。以后梦中有这女子的鬼魂来扰，他就把宫中几十个长相与这女子有些相似的嫔妃、宫女全部杀死。这个时期还有一个突出荒淫的帝王，就是南齐的第六任皇帝萧宝卷。他酷爱女色，特别偏爱缠了足的女人。他凿金为莲花以贴地，令潘妃行其上曰：此步步生莲花也。他继位后立即把他父亲生前的宠妃爱妾关进后宫，还大肆搜求全国13岁至18岁的美女以供淫乐。他每个月要出城游玩20次，每次出游都与爱妃同乘一车，在车内恣意狂欢作乐，而且不准有路人看到，因此警卫森严，次次清道，如发现道上有人立即斩首。有一次，一个孕妇因行动不便跑不动，只有躲在道旁草丛中，被发现后萧宝卷竟叫人把她的肚皮剖开，她和胎儿被残害。她喜欢赌博，喜欢斗鸡，在顾腻了宫中的荒淫生活后，她就微服外出，到宫外的酒家和妓院去追求另一种刺激。公元736年，唐玄宗宠爱的妃子武惠妃病死，玄宗日夜寝食不安。听人说，他和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杨氏美貌绝伦，艳丽无双，于是不顾什么礼节就将她招进宫里。杨妃懂音律，也很聪明，还擅长歌舞，很得玄宗欢心。为了掩盖自己夺儿媳的丑恶行径，唐玄宗让杨妃自己请求进宫做女官，住进南宫，又赐号太真。为了安慰儿子寿王，唐玄宗又给他娶了个妃子作为补偿。明武宗是中国荒淫帝王的典型，他是一个短命皇帝，一生腐化堕落，荒淫无耻。他建造暴房，花天酒地，抢男霸女，整天泡在美女们的温柔乡中，醉生梦死。明武宗过度追求声色之乐，重用太监刘瑾等八虎，致使朝纲混乱，百姓遭殃，国力衰弱，宦官专权，在他在位期间表现得相当突出。最后，这位荒唐好色的皇帝终因纵欲过度而死去。